要排斥他嘛。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江江，哇！啊，怎么办啦？看他紧张，我跟着也紧张了啦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又不是你要相亲。哥的心你不懂啦。哎，人豪来了。那个，请问你是小瓜吗？嗨，我是小瓜。你好。哎，我相信你一定被我帅气外表给吓到了吧？不是。哦，没关系，不用紧张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我进来相亲居然可以看到正面。看来我今天离开低潮，我还是对的选。他是不是说遇到对的人啊？好像是哎，是这个男生不高也不帅，感觉不是他喜欢的型啊。个性吧，幽默风趣类的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有听过那个初音未来吗？年底啊，我想去日本看他们的演唱会哦，然后顺便去那个秋叶原补个货。最近还迷上了一个偶像团体，叫做菊坂四六啊，富坚义博就是那个花猎人的，他的偶像居然也是菊坂四六。以前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漫画家要为了追星一直脱稿。这时候一豪哥不是应该过来解围吗？看他笑成这样，那那个男生应该真的挺幽默的哈、哦。哇塞，第一个就这么厉害哎。真的没有得选哎！啊，下一个好像快来了，我去催他一下。不知道画什么，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超越那个什么猎人呐、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时间已经到那个点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原来我们不知不觉聊那么开心了。俗话说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。没关系，我们下次有空再联络。大家来我。哎，看你笑得那么灿烂，第一个不错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在等一豪哥来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先哦，哎、欸，那我先回去，下一个要来了，加油哦哈！哎、欸，秀萌姐啊，你是小乖哦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海产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来跟他很面熟呢。我也觉得我们很面熟。我前女友啦，我看哦、喔，很像呢。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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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上次遇到的小混混。怎样，恩总有？嗨，我是小瓜。我知道啊。啊。我在第一次相亲比较紧张哦，一直都会紧张，正常啦。有个很 nice 的呢。我的菜，对方很有学问，很好啊。啊，我问你哦，你喜欢兜风吗？你是说出去走走之类的吗？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改一台车啊，欸、很酷哦，要不要带你去阳金公路？黑能人啊，对哦。我你今摆是咧创啥？足久无看啊，哪会阁是你？恁爸直接咧相亲，你万个要恁爸找麻烦，我哪出来讲啊？免出来讲，我已经叫警察啦。恁爸也无做啥物代志啊，是咧惊你哦、喔？嘛是啦，我只是甲警察讲，顶届找我的老妈，不过来找我啦，请伊来关心一下。咱小组会着，打给我呢。免卡啦，卡你老师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怎么泼那个冷水啊？他是上次我们遇到的小混混啊。太扯了吧？你资料填什么啊你？啊。富有正义感。喂，一豪哥，你到底还填了什么东西啊？啊放心啦，我还有填高富帅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感觉今天过得好漫长。嗨，你应该就是小瓜了吧？总算来了个正常的，不是帅哥。就说我挺高富帅呗。你很常来这里吗？哦，第二次来。嗯，这也还不错哎。现在带我妈来好了。环境还不错啊。嗯。对了，你现在跟家人一起住吗？哦，没有，我现在搬出去住，有跟三个室友一起住。室友？雪儿房租比较便宜啊。可是我妈说，女孩子没嫁人前，一人搬出去这样不好吧？不会啊，
我们室友之间会互相照顾啊，其实家人都还蛮放心的。那你说你有在打工？我妈说啊，打工会让一个人生活变得很复杂，哎，这样不好吧？不会啊，就是有蛮多时间可以自己充实。我妈说女孩子不用学那么多东西啦，只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务，给老公一个依靠，那就够啦。对了，我妈还说啊，吃饭时不要发出声音，这样子女生很没有气质。我妈还建议我们，如果之后真的在一起了，不要在外面过夜哦。我妈很会做饭欸，你会料理吗？喂，你妈，你妈，你怎么不跟你妈在一起啊？你啦，叶意好。我怎么知道对方都给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啊？你说你是不是害怕小瓜被抢走？干嘛乱讲话？我也希望小瓜可以幸福啊。我看你吃醋。你才吃醋嘞！不要吵了，不要一直怪意好哥啦。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啊，而且理想对象跟现实一定都会有很大的落差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不要太强求啦。嗯，没事哦。没事，反正以后有人陪你，好不好？千羽就不一定了。你干嘛挑拨离间啊？他不是因为你，反正以后都不会找你做事了。你就找阿飞做事就好了。你就是绿茶婊。阿飞最棒了。你就是绿茶婊。